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我不喝拿铁。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游戏就是我们的《海贼无双三》，然后呢，现在就要开始进行这个游戏了。这个游戏上次已经进行到，就是，你把它的关卡都破完了，然后现在玩的是分支路线。它分支路线有个自由冒险日志，对，是这个。然后呢，现在要进行这个自由冒险日志。好，现在的话我们要玩的是水之都这个关卡好了，因为它这个关卡其实它现在三代进化，算是做的画面是越来越漂亮了，然后角色的话变化性也比较多。然后今天要玩的这支角色，我们就玩那个红发杰克，因为我自己觉得红发杰克是算是攻击力比较强，而且也比较帅一点的。其他角色的话，像罗也蛮好用的，介绍一下，因为很多还没有拿到的。像这边有伊娃，伊娃也有，然后萨波也出来了。对，今天的话，我们先介绍红发杰克这个角色好了。红发杰克的话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攻击力跟输出，还有它的一些范围技都还蛮好用的。你选择服装，然后服装的话，它有两套，目前有两套，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其他套。好，这是一般的，那我就选 SW 这一套，很像，这套超像黑社会老大的，给大家看一下黑社会老大。好，今天选这一套，好，就开始吧。好，然后现在打的光老是水之都。但没关，开始都会就是会像漫画一样会显示很多字幕之类的东西。开始战斗准备，其实应该也不用准备什么，因为它这带就是用硬币去增加它的防御力跟攻击。对，然后打光好都会拿到。然后可能地图出现一些什么特别宝藏的时候，就要去解，就要去解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角色就会变比较强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好，我刚刚按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我不在这边，它这个的话就是只要移动的话，就速度变蛮快的。好吧。哎，三级四。它现在就是地图显示亮亮的地方，就要先去。好，敌人来了。但是直接被包围的意思吗？欸，我先停一下，好像连这一组。哇，什么那个？哇，飞高高了。哦。这样还是那么帅，很状况。这个的话，哦，哇，他神秘感真的很小。哦，刚才那个，这样好了。好的，找刚才那个，这样正常了。喂，哇，又被抓了。可是抓的话还是还好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
普通攻击以后再加上这个剑的话，就是可以就斩，就是会有它的机器攻。是功能而已，很靠近的。哦，其实红马杰克这角色他的范围技我觉得还蛮强的。然后这游戏的话是没有跳这个按键的，这基本上还是用冲的。对，然后他可以接断技。现在要看一下，他们敌人在撤退了。杂鱼们，现在有人在讲话，好，可以了。看哪边门打开了，就可以过去打了。这有一个，这是暴气。现在就是要帮助养护乔巴，那这一代主要的话，其实如果是剧情来讲，有时候如果是玩难的话，有些角色是蛮难打的。鲁夫算是蛮好用的、啊，可是我现在目前觉得最好用还是红发杰克，因为红发杰克的技能打的范围比较大，就像你看到这样子。对啊，一个冲击波，毕竟人家是四皇，四皇超强的，突然就雷电就电一堆人。然后鲁夫的话，我是觉得他算单打型的，单打型比较强。对，下次会用那个鲁夫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主要介绍红发杰克，加上他续期很恐怖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刚刚合作技，这套鲁夫进来了。其实说海贼无双，我觉得玩起来蛮爽的，跟三国无双感觉其实。不太一样，就是可能这一部就是跟原就是海贼迷的话我很喜欢，因为很多角色不是我漫画里面可以看到的，就是他的技能啊、跟攻击啊，还有一些特殊的招式啊，游戏里面就完美呈现。你想超帅，对不对？红发就从头帅到我，就他的剑明明就没有很长，可是攻击就超远。你看到大家都昏倒了，就是人家说霸皇色。然后全都昏倒了，就这一招，砰砰砰！人家刚才拿手枪出来了，哦，这招就是伙伴技，就是这时候攻击会变很强，然后招数啊，就是所有招数它的范围变大，就像你看这样子，然后它是伙伴那条，就是现在鲁夫。左边画面有个佐助，那个是他伙伴，那个气跑完的时候就这个招式就没了，所以通常打魔王的时候可以用。我刚刚是不想按到，太久没玩了。然后现在是红地图红点，这应该有一只对，是他们这个据点的兵。哎呀，这种防护罩出来了。我觉得第三招最好就是。普攻三下，然后再按这个，就会有雷电。这招算是蛮好，电多，会电很多人。好，哎呀，四皇来就一定赢啦、啊！哦，躲，他躲都没有绝招，这是绝招来的。红发杰克，我在想红发杰克啊。一只手都那么强，哇！今天我两只手，这没事，那不超级无敌强，这可能会变双刀流。我感觉是一个砍很爽的感觉，特别是这招雷电，三雷电，哇！这招斩超爽的。哦，有事件发生了。雷电啊！吸过来！雷电！超强雷电！
那先往哪走？为什么地图不见了？等一下。哎，地图都不见了，忽然间不见了，发生什么事？我喝酒哎。原区域是原区域啊，是，就像保护红屋罩一样。嗯，很奇怪，我发现我的地图不见了。这个有点夸张，气功波，剑气。这技巧没有很远。哎，不错。这什么状况？现在很奇怪的是我的，地图全都不见了，那敌人都不见了，那什么状况啊？总之，全部人都不动了，这电脑可能是它有 bug 吗？我在电谁啊？这没人。